谢谢他们今天帮我们科普了小知识，龙凤胎也是双胞胎哦。今天很认真哦，很棒，很棒，小心小心。哇，开心吗？你们要奖学金哎，好，那你们希望哪一位老师颁奖给你们？谢谢老师，好不好？你要我颁奖给你们吗？不知道，好像不是很喜欢。他犹豫了。现场的朋友，如果你们要学舞的话，跟我合照一张，拿着照片下去柜台会帮你有折扣。折扣两倍。我说了算，对，但是要拍漂亮哦，拍很丑的没有。好，那我们请这个于庸老师来颁奖好了。耶、yeah。好，给你们一个最帅的。哎呀。感谢你们今天精湛的演出，老师你要看。再走。好，希望于庸老师沾沾这个喜气，未来也生出龙凤胎来合照一下。对，未来也生个龙凤胎，怎么那么厉害，那么会生？一二三。好，谢谢于庸老师，谢谢我们的 JC Cool， 有空常来玩好不好？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颁发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名啊，是我们的鬼杀队。如果现在才加入现场，朋友就想说鬼杀队在哪？都不见了，这样子。好，我们请仲能老师来颁奖。还有我们的奖状一纸哦。好，来，我们一位代表来领奖状，一位代表来领奖金。好，来，谁要领奖状？谁要代表？有没有人在学校从来没有领过奖状的？摸一摸也好。好，来，合照来看一下前面。好，那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再上世界舞台的男人杨乃老师来为我们宣布冠亚军。你要上来拉手，他们啊。哎，我们这个，等一下，老师，等等，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观众的意见有没有跟我们一样，觉得这位伪军啊会是冠军的，请举手。哎，你好没人缘，人缘好差哦。但是觉得伪军会是冠军的，请欢呼。哎，请叫某边，因为刚才都听到了哈，怎么会这样子？好，来，觉得陈轩是冠军的，请欢呼。没关系，老师，我们不受影响，还是以你们专业的判断，好不好？毕竟这上世界舞台只有您。好啦，帮我们宣布一下，我们2022儿童艺术节这个 freestyle battle 的冠军是我们的伟军，还是我们的陈轩呢？来点音乐。广场的大家，在场的人都有福了，请客。哎，不是，我刚是很好奇，就是那个，我本来想说，如果他们的选择是伪军，但是发现伪军都没有人投，赶快换边。是，好啦，可是陈轩今天表现的真的非常棒啊！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评审老师杨乃老师、仲能老师，还有我们的于庸老师。等一下。我今天说到做到，我要做一个最后的加码。是，我赞助奖金500块。然后刚刚那个，我觉得有些人表现不错，有点可惜，我们是在给他们一个机会。好，那我们争夺一个奖金，好不好？我们请，可以吗？主持人还有评审老师各挑一位出来拜布复活。好，四位这样。好，好不好？来，方杰，我们来让评审老师选。好。